转眼之间我们已经来到了2019年的3月份，大概是在半年前，我做了第一期的看快手。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领略到了快手社会人的风采。还记得当时的快手，要想成为社会人，句子必须得押韵，除了会说话，你必须还得烟酒不离手，脏话不离口，整整隔了半年。那么今天我们就重回快手。不多逼逼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视频。这肯定是一个偶像剧。哎，小天，你们回来啊？回来看你妈对吗？对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怎么不开小车，开电动车呢？我们刚吃完饭就开电动车出来转一转，顺便回来看看我妈妈。哦，挺好的。但是回来也不买点水果，真是的。雄鹰说雄话，还买什么水果？给钱就可以了。我们准备了红包。哦，那挺好的。这个女的应该是他的前女友啊，肯定是因为他的前女友看不起他啊，觉得他太穷了，在外面找了一个这个有钱的老公，一个有小车偏要开电动车的老公。哎，他妈，怎么还穿这身衣服破破烂烂？今天怎么找得到女朋友了？老公，给他花几百块买身新衣服啊。没事，不用不用。哇，这100块能买什么衣服呢？那个，大哥你拿着，不好意思兄弟，我们不差这点钱。不用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，太多的过去能割舍难忘记，太深太深。哇，我好感动啊。大家看这个剧情，看似平淡无奇啊，对话就那么寥寥几句，但实际里面包含的意思那是怎么形容一下呢？这个包罗万象啊，特别是里面的这个男主角，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奥斯卡必须给他颁一个，他是真的值得这一座小金人，我不是开玩笑的。下一个哦 ，QQ 飞车吗？可以可以，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哇，这最后面的这个，我想起了我以前啊跑 Q 飞的时候，因为我不会充钱去买那些道具什么服装之类的，所以在玩 Q 飞的时候，我只能是站在后面啊，这个鼓掌，就是鼓掌的这些，哎呦，这个。太真实了，这个人太真实了，这就是以前的。玩 Q 飞的我呀，哇，这最后一个牛逼了，有这个玫瑰啊，有这个翅膀，肯定是个高级用户。哇，还可以喷的吗？哇，这个还原度有点高的呀。道具赛，氮气加速。哇，这个还原度可以的呀。磁铁。这个他怎么演？还可以漂移，我的天哪！哇，还有这个啊的这个什么回复？又有喷弹器，哇这，哇帅的流油！哇，大家看一下这些短片啊。他根本就不是半年前的样子，大家看这个想法新意啊，制作精良，不错呀，这个客观来讲这个还原的是挺到位的啊，特别是像这个人物表情的衬托，我们从他这个表情里面我们就可以侧面看出这个行车速度之快啊，给人这种速度感啊，这种哎算了，我编不下去了。下一个，我送你的花还满意吗？肯定满意啊。你还喜欢什么我都给你买。我想要100克拉的大钻戒。好，现在去买。你可真是天方夜谭呢、真的吗？我们昨天才分的手，你这个渣女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渣女，我只是心怀天下，想给每一个男孩子幸福。
小猪佩奇身上纹，掌声送给社会人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现在的快手还是充斥着这样的价值观：前有明明白白红是贤，现有清清楚楚社会解。你这唱的啥玩意儿啊？这光辉岁月，这，你唱的普通话还是白话呀？这怎么这么难听啊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他们是东北的吧？喝多了哥肯定给你送回去。出事了哦，你弟喊我。惹到韩王了，他绝对没好戏。他喝不了了，他喝不了，你能喝呀？我不会喝酒。不会喝酒，你在这装啥呀？你还要在这跟我干一下子？是不是准备要这个押韵诗人了？生死看淡，但是你还真不配跟我干。你就消消停停的伺候饱饭，别等一天吃不上饭，才使用下三滥的手段。哇，斯哥斯哥，吴亦凡进来挨打。两个字儿，滚蛋。还押韵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你弟韩王有什么好说的？多正能量啊，对不对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四个大字。你弟韩王，下一个。啊，阿伟。哎，等，这个女人眼熟，你肯定是上次阿伟没去救她。对，她上次有一次搞这个街头实验啊，阿伟没去救她，所以她现在怀恨在心。但是我们再想一想，再往前还有一集，她撞到了阿伟的车，阿伟让她不用赔，赶紧走。然而现在她竟然说出这样的话，忘恩负义。 OK， 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视频。我什么也没要，我生日的时候我爸给我买了部手机，好几千呢。哎呦，好羡慕哟。就是我爸还承诺过我要什么买什么，你看我爸给我买的钱包。哎呦，好羡慕哟。像某些人连几百块钱的衣服都买不起，就是出轨一个，哭两句还生气了。哎呦，这个好惨啊。这个我爸是人没你爸有钱，但也没让我饿着。我爸是人买不起名牌，但也没让我动手。这台词似曾相识啊。哎呦，这还没让你动着呢，这衣服都买不起了，这还没让你动着呢。看完我只想送给大家几句话：做人不要太攀比，踏踏实实做自己。如果非要比一比，那就比比激光鱼。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拍摄质量啊，很明显的提升了，但是这里面的内容还是如此的优秀啊，优秀啊。我们很这个客观啊，我们说他优秀。 OK，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点个顶，点个赞，投个币，充个电都是可以的。那么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的话，请在评论下面告诉我，当然私信我也是可以的。那么感谢